喂喂喂，有声吗？有声吗？有有有有声音有声音。有有就好，有就好。好 ，Hello Hello。好，等我一下，准备开始。OK OK。准备 NT 加进来。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好 ，OK。那应该就是了。对。好 ，OK， 今天是9月25号 ，TACL 战队交流联赛的下半场，由 SPDS 战队要来出战吗 ？Muse 战队。那我是主播 Only Wish， 在我们身旁为您请到的赛评是 Muse 战队的啪啪银皇 King of Taiwan。不是人皇吗？怎么说变银皇？银当的银啊，不是吗？怎么可能？我这个人这么的清流。你在开玩笑吗？我们战队最赢的大概只有 Wish 哥而已、啊。你在开玩笑吗？拜托，怎么可以这样？好，没关系，我们等他。意外靠，我刚不是问过了，没有人理我。Anti 问就有人说阿迪。我想这他们已经看清楚你的人品了。可是人品跟那个阴谋的问题，但越赢的人越没有人理。那你都没讲话，你不是最赢的边缘人。嗯，对不起，对不起，我在这里当个边缘人，我只能做边缘人。我在战队也是边缘人，我是最边缘人。好，第一张地图来到是冰霜之地哦，由我们热透出战，你少给我来这套一个重组打人组。对，你拿进就跟我画面就好，因为画面我今天是我负责带。啊，热透好像已经完全转人类了。对啊对啊，因为他人组打比较好。好，我们先请啪啪帮我们报一下点位哦。好，那在我们地图的8点钟方向，是我们来自于 Miller 三队的 Lotto， 我们蓝色人类。好，那在我们的10点钟方向，是我们来自于 SPDS，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们红色虫族。啊，这边偷一个人口，其实还好，影响不大。也这样偷没有比较赚哦，但是也没有比较亏，就是看习惯，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子偷。对，没错，洗一下手速。好，这边单兵开，应该待会会放瓦斯。对，瓦斯。以我对乐透的了解，应该是空投鬼雷啦，因为他很少打两传枪兵。有玩鬼雷啊？他很少打两传枪兵。不过说真的，空投鬼雷居多。说真的，现在鬼雷骚扰性已经没有很高了啦，就是打神族、打男主都一样。嗯，其实还是好用、欸，因为要看对方怎么守。因为像打虫族的话，主要是虫族前期因为没有包子塔。哦，对，我忘记这个。好，这边一些裸双 Tisco 树哦。那一样很偷、哦，先放瓦斯场。嗯，因为这样的话，待会刚好可以那个，刚好狗石号可以马上提狗树。先放瓦斯场的话，刚好狗石号可以先提狗，可以提狗树100瓦。刚刚好。对，然后做下面哦，这边没有做死神、哦，没有做死神。不过这个其实，这个侦查有点晚。他可能觉得对方不会搞了，因为四人点位其实也不怕搞了，因为对方也是要先知道你的点位才有办法搞你。而且这个你扫哥来知道这边他是先飞主矿的哦，他先飞对手主矿，所以他飞右边，所以第二只盲虫才往下飞，所以他第二点位才会弹到。不过其实通常打虫族人类跟神族还是要稳一点啦，这样打还是比较不安全。啊，没关系。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地图关系，因为这张如果是别的冰那什么冰冻神殿，他可能热透可能就不敢这样了。对，两人图的话。两人图而且又近点近图，因为冰冻神殿很近。如果是冰冻神殿、欸，他还真敢呢。啊，卡住。那个冬兵直接走到他矿区里面啊，因为反正他没有穿矿，侦查就是会基本上就是送，因为侦查。但他如果穿矿也不一定会、啊、不一定会逃得掉。对啊，穿矿还是不一定逃得掉，因为狗还是比冬兵快，狗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对，这边很经济哦。这边是一只柴瓦而已哦，他没有要打算这么早提那个冲个导流。没错。扔光、哦。火车跑火车，他没有要走鬼，他跑火车。我他这前面会先被闹一下。啊，不过还好。带十只工兵吗？怕是怕说二矿刚好没好，然后工兵被咬掉，那是尴尬。就是有，因为有时候刚好那个时间点会，就是你。狗来到对方家的时候，刚好二矿剩一点点进度，
然后那个工兵刚好被咬掉，就是二矿在那边盖不起来。不过那通常都是虫族有意要爆狗、啊，对他大概会出八只左右，八到十只来咬。对，他只是想侦查一下。嗯，好，这里看你的三矿什么时候飘啊？不过这个摆是有点早了，不过没关系。太早了，都因为这个时间点就算人族三开，这个时间很稳啊。这时间点就算人族三开，他也会放这，他不会丢在外面，他会放这。对对，因为放外面太危险。对，太危险了。只有是里面的矿才会放外，就是放在矿上。我靠，这个太陡了吧！一个包子塔加一个地刺放在门口。嗯，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对方是要女妖加火车那种一波的，或是解放加火车那种一波的。对，其实可是其实你王虫飘进去看就知道了、啊。而且也不用。他刚刚有二次侦查，我觉得对啊对啊，这虫族太过得非常好，有点怂、啊。啊，但是自己的矿啊、哦，现在好了。哦，这边热透是做盖兵工厂哦，待会可以火车人站起来，然后可以加解放军做压制好。好、啊，二本再提。其实我真的这么怂，我觉得放蟑螂都比放这些东西建筑物好。啊，对啊，我觉得我反正觉得你放蟑螂比较好。这样子至少可以防住先防前面这一波。对啊，那他现在用五只妈妈哦，赶快扑虫他、哦哦。可以可以，有后虫多一点就可以。然后虫他已经差不多快延伸到三矿了，反正火车烧矿也不痛，就让他烧没关系。重型机也取消掉。这时候应该不是想要打正面，他是想要打烧。烧了好，然后主要是这个解放者哦。好，妈妈看到，不过这样的虎解放者不好架，因为这个后面没有什么宇宙点位，把农民拉走掉。三只四只。哎呀，他忘记，因为。啊，他没有全部农拉走。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亏啊，还是没有赚的、啊。这通没赚，但也本来应该是没有，应该是要杀一只，然后就被点掉。是虫族的失误。虫族的失误，他其实已经守住了，他死。然后后场赶快奶一下，我这里弄不到，因为后场。这热透也是我弄了三只蛋，五只，到后面。然后这边狗绕进来，就是。不过这狗没有到，没有杀成功。对，这边虫族再不补农的话，他等一下农民会追不上哦。对，哦、但战损换下来，其实乐透比较亏哦，因为乐透正面全部送掉了。那对，但是其实刚才虫族农民太少，他补太多东西了。对，不过因为他再来他这波守住之后，其实后面可以哦，他直接跳三本，哇操，这个有点猛。对，先把农民刷起来吧。他现在可以算了，因为他只要守住这波，其实后面营运就是比较 OK。然后这一船加上两只，那其实他后虫够多了，他后虫够多，其实要守后面就不难守。他其实他再可以一次刷农，刷很多农。好，没看到。他其实刚刚忘记讲到，乐透提的是打针哦，所以已经确定他是走生化路线。嗯，好，这个妈妈哦，妈妈有哇，这细节做的不错，妈妈去点那个妹子，点掉。对，妈妈要先点妹子。这个，哎、欸，这个妈妈全部一起来打，对，一起来打，妈妈一起来射，然后互相奶。哇，这妈妈，哇，刚刚听到我妈妈分开了，换新这三只妈妈互奶，应该怎么做？我刚刚，加三只妈妈了，加两只的工兵，我觉得这一船人类亏一点，对，一点东西送掉，主要是人类全部送掉，那部队送在前线，自己正面部队续不太行，你看他家里。没有妹子，现在双生攻防，两边攻防进度差不多。主要是你生化基本的就是你的进攻主力就是妹子，你没有妹子，你这个打针打两针就没血了。对，所以乐透这边妹子不能送。不过这边乐透营运还是好一点啊。哇，虫族前面补太多兵了。再生了，这个你扫哥来这打很跳哦，七分半，七分就已经有三本了，然后现在在生狂狗，已经雷兽东西拍下去了。他真的打得很偷哎、欸，他连毒爆虫都没有下，那狗其实也没爆很多，他就是出一些妈妈跟狗来防守而已。对，可是他这样没有四矿、欸，而且五六瓦都没有开，我觉得这样待会雷兽拍不出来，并不会说。对，他只是科技跳很快，但是其实没有说。然后这边又来闹，农民赶快拉走，火车再喷一下。对。我这妈妈全力在点那个妹子，好包塔埋下去，包塔，大塔，包塔，操作吗？有电梯，啊，可以跑了，可以跑了，那这样已经赚了，不主矿还是后手？赚了八九十种，四
只狮子手。你这可以不用再过来，这再过来就没什么。好，我这边重组在对方家乐透家这个三框的位置拉屎。狂狗好，人家狂狗好是很猛的，这狗攻速提升。这狂狗是提上，哎，这个农民忘记回去了，这乐透一把人家扫下来就笑了，那狗忘记回家，回去采矿，然后就采矿啊。两边都防得好。然后这边哇，这个这边打上来，但是你没有毒爆虫，你要怎么解决这些 MM？ 只有狗，那你橄榄虫嘞？橄榄虫在主矿没有能量，我觉得不要传了。橄榄虫的能量耗光了，箱口放狗。我觉得这波倒了，对，因为他没有 AOE 不对，完了，他没办法 AOE。哇，还这样去啊？对对对，升上去，升上去。哦，雷兽，哎、欸，雷兽出来，说了说，雷兽出来，雷兽出来还不一定要，雷兽出来应该守得住。那这样子，乐透好像没有把握这个机会了。二矿是应该点的。然后这边主矿一串枪兵在打，在射。哎、欸，这边雷兽过去夹这妹子，直接放生哦。好像丢了两只受感染的，大概应该 F 二啊 ，F 二直接带走，所以才这样。那这边一次一直在检查他的四矿，那人类这边不用急哦，看你没有四矿，我就不会在家里。啊、你看到，然后自己再开个四矿，自己赶快把四基地拍出来。对，这边看到他已经在拉屎了。嗯，然后赶快把自己的解放者跟胖子补一补，因为对方有雷兽。对，这边其实与其、欸、而且乐透打这么打，已经打了一整场都没看到对方毒爆虫，所以应该很心安，鬼雷也不用出了。对，就看到对方没毒爆虫啊，摆明就是没毒爆虫、啊，那就不用鬼雷了。其实鬼雷的功效就不会那么大，因为摆、哦。你有看到吗？什么？在那个虫族门口那个鬼雷，炸24只啊！他刚炸一头狗。哦，炸了没有带到？哦，有那个他这个24只不是一次的，他是分开两次炸的。哦，分两次。对对对，但是我刚才看，第二次应该炸了十几条，有。嗯、因为他这两次矿鉴定掉，四矿这个被打到，然后再炸一炮，我靠，突然击杀。对，这就是为什么不要这么早转这些高质量单位哦，因为这些高质量单位它耗的资源太高了。而且你看哦，你看你现在人口其实没有，反而是落后的。你这么早雷之后，但你东西反而是落后，而且你。你现在爆钱，你完全没办法推啊！对方、啊、把你牵制在家里。爆钱没有瓦斯。对。我觉得乐透医药艇残血要修一下，但是没关系，对方没有空军。四矿，这四矿要掉了。掉。那乐透其实不用跟你打正面，他就乐透就是你死空投一脚，把你空投到爆炸，然后自己家里把该补的东西，解放者、胖子，啊定。可是你定了之后呢？你没有。就一把定了，捡到一船，而且内核是没有，最好刚好是没有满，没有载东西的，只载两一只胖子一枪兵而已，刚好是载到资源量最少的，好这边再来，哦，雷兽被追杀，倒、哦、倒地。他这个掠夺者刚刚还可以走路回去，对啊，他被抓到了，被抓到了。他这边虫子决定要推一波了，解放者，这头解放者，赶快收起来，全部架在同一地方、啊，赶快架过来，解放者这么多。就是如果对自己解放者没信心的话，可以出雷神，雷神也可以，因为雷神很坦，然后输出又高，然后顶在最前面。但最主要的还是生化要散的好，这是基本功。然后这边总算想到要攀螺旋塔，因为如果你没有螺旋塔出浮化飞虫的话，是没办法对解放者有威胁。但这我觉得已经为时已晚了，对，为时已晚，因为对方解放者这时候解放者已经总共几台了，总共有9台解放。外面有一台，那那一船加那一台，其实就可以闹他。好，这边要双线，哎、欸，解放者没有架，他解放者双架，解放者，好的定，没关系，定。哎、欸，他这个不推吗？那、欸、解放者，那乐透只有单线，这样没威力啊。他其实这应该在主力再顶出来打这个矿啊。对他这边有个缺点，就是他没有双线，对他没双线，他现在抬推就对方就可以回防了。因为你刚刚如果解放者先过来，全部加在这边，然后双线过来打这个矿，对方根本没办法。你看雷兽在那啾，一直射一直射。直接掠过你的那个解放者直接。其实就躲在解放者圈圈里面打也可以、啊。好，没关系，雷兽已经被消耗光，可以，雷兽被吃光。被吃光了、啊，这边统治已经秒不得。他这波要反打。雷兽这波反打应该就比赛结束了。
因为就没有雷兽，剩对，因为现在普拉飞虫出来已经对，不要让他们出来。然后这里算干虫很多，可是干虫你要一直定哦，你要想办法定到所有的。只要躲在解放者后面就好了，也不用跟你。解放者圈圈夹在那边，我只要躲在解放者保护范围内，打你慢慢推进，基本上，而且这个矿又打掉了。虫族这边的，就算这一波整个部队吃光，其实虫族也没得打。啊，虫族已经干了，干死了你的矿了。这头就把这矿，这里四矿还洗清要塞在营运，矿楼丢一丢，马上钱又回来了。我们他已经开出自己的五矿了，对，大概。哇，这个就，刚才从定到又怎么样？定到又怎么样？这都是很多，对，刚才很多。好，我们刚才从爆了。因为刚才如果你只有光只有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尤其是你对掠夺者多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东西去收割，雷兽啊或者小狗去补刀，不然就光定其实。定枪兵可以啊，因为枪兵血很少，但是干胖子就血比较厚。对，不过他其实你看他现在才二攻二，哎、欸、二防才快要好，那显然他这个先提科技这个感觉就比较没有。对啊，对。看到你就变成说雷兽裸奔，雷兽就只能裸奔在那边。对啊，就没有东西保护他，狙狙。我们恭喜乐透帮助米友四战队拿下第一分。对，比较可惜是因为刚刚从这边跳科技没有成功，一直被乐透顶在那边。就是要跳也要会偷啦，就是有点不敢偷，他前面太穷，他跳太早，因为刚刚乐透是一直把压力丢在对方家，一直骚扰，一直骚扰，导致你其实你跳科技，但是你爆出来没办法爆出。一口气海出大量的部队，对啊，那这样子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只是你一直用少量的部队跟对方在换的话，你这样子是打不赢。就是因为你压力在自己这边了，虽然你自己在跳科技，可是经济其实也没有起来，因为你要这样子跳，其实经济要很。对。哇，你看刚刚像他刚刚这资源就不能分跳，包钱没有华师。主要因为他矿不够，对啊，他矿不够了，他瓦斯没办法再多挖。那他其实他刚刚其实也没有经济转空军哦，那当然就没有办法限制解放者。解放者七点，他刚才可以撑到后面，完全是用雷兽在拖。嗯，因为乐透也没有说一击把你打死。对，乐透没有双线，乐透就慢慢磨，他就是正面他。多线烧一烧之后，正面再顶上去，其实也可以了。正面说，他把你磨到死之后再顶上去就。我们下一场，这一场是 Top 打老爷我要吗？对，老爷我要，没错。其实他现在这种设计啊，好像都会看到两个名字哈。嗯？是吗？什么两个名字？就是如果在好友栏有那个啊，一个是他的 ID， 然后一个是他自己打的、哦，一个是 Battle Tag， 然后一个是游戏 ID， 两种。对，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其实是很好。我也觉得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搞混。觉得有两，对啊，啊两边都准备好。第二张地图是来到失踪研究站。我们 Top 打老爷，我要。由乐透出战老爷，我要虫族内战。对，至终既然是从哪从那，没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对从那内战的话，其实地图就比较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请副玉帮我们报一下点位。好，那我们先从左上角开始讲哦。那我们来到十点钟方向，我们来自于面对三队的 TOP 红色的虫族。那我们来到五点钟方向，是我们来自于 SPDS 的老爷我要，我们粉红色粉红色的虫族、哦。啊，忘了叫我们改颜色，因为官方说要蓝、啊、蓝色跟红色，忘记叫我们改了。那等下再改吧。
对，下一场再改，而且忘了开那个对战无对战无建造顺序。好，跟两边一开始先打个招呼哦，想要交个朋友。这边裸双，他的裸双，那两边都裸双。这边 Anti 说喝 ，C 就是喝哦。对，因为他没有切换和那个C8 中文，就直接打。先笑一波再说。还有 C8 哎呀，好，两边一模一样，躲双提狗术。刚才想说他们两个流软，为什么？哦，没有，就是没有流，没有流。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对对对。那一边是一样的，一样的瓦斯线。没有，哎、欸，对，一样的，一样的。可是，一边感觉孵化池快五秒。嗯，对，因为哎、欸，那个老爷，我要这边他东西下的比较慢，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他们比较快一点，哦、但其实两边是打一样的东西。好了，没关系哦，其实。就是狗数会差个一点点。嗯，好，这边狗数。哎、欸、狗数不提吗？没有哎、欸。哎、欸，反而是 Tab 的那个。哦 ，Tab 瓦斯慢一点。瓦斯比较慢。嗯，对。对对对。然后不过两边是打一样的东西哦。等他这边就看对方两边的营运哦，嗯、跟两边的侦查。对。什么时候该爆狗，什么时候该放东西，这样。哦，那 Top 这边是，那两边的狗是 Top 这边多一点 ，Top 出六条比较怂。哦 ，Top 在爆狗，他藏狗，然后一波喽。这边毒爆虫岛放下来了，对，这边藏狗藏在主矿里面。哇，那这边其实他可以出去打那只王虫。哇，老爷，我要这边直接出蟑螂。他可能对他自己，有些人对自己的毒爆操作比较没自信，他就会放蟑螂草，他什么都不放，就直接放蟑螂草。对，那、啊、这个放得很快啊。对，因为他是放很快，他可能也是要打蟑螂一波。看他有没有意思要先把他的那个农民二矿农民补满这样。嗯。或是就是要直接打。然后这边 Top 狗术好了，那狗术一好就会冲出去了。对。其实也不用那么冲，那其实狗术快好就可以冲了，然后。冲到对方家楼下的时候，变毒爆虫。这边老爷，我要已经先按农民哦，按了五只，哇，按了五农，两只蟑螂，我就知道死哦。赶快封口、哦，他有感觉吗？他有感觉吗？赶快封口，赶快单张，五只蟑螂，没有感觉，完蛋了。有感觉，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要直接倒了。他没有封口，他没有封起来。对对对，哇，这边上来看到农民，毒爆不要变了，蟑螂出来了，蟑螂单张吗？蟑螂要被各个击破啊！这个直接带走。当然你只要分开出来，第一时间放下那个进化室来堵口。看到的时候就要堵，这样堵也比较大了，不好堵了。这边还接两颗毒爆虫，毒爆虫直接撞毒堡。不要问什么，因为毒爆虫撞建筑杀伤力比较高、哦。对，他比较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想要变出来炸建筑物。对，我炸建筑80伤害。他说单位是什么？我比较想炸建筑物。我总炸建筑80张哦，旁边直接打了一个，打到一个，哎，我腰这边没有，波龙，对，没有防御，那个 timing 哦。虽然说这样子拖龙是没有机会，但我还是说那个拖龙其实可以按 A。对，拖龙就是一个小技巧。然后这边他们拿下第二分，帮助没有三队拿下第二分，目前2-0。啊，恭喜我们 Top 拿下了第二场。哎呦，我这边看到聊天是有人说，你们这个 Top 啊，是不是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 Top？ 不是，不一样，两个太多 Top 了，有 Rush Top， 他们 Rush 有，我们自己有 Top， 然后他说是 Top， 那个 Rush 战队那个 Top， 对 Rush 战队有 Top。所以你说哪个大家知道 Top， 我也不知道你说大家知道 Top 是哪个 Top， 应该就是那个 Rush 战队那个 Top。韩国有 Top，
我们战队这个 top 比较害羞内向，虽然他讲出来都是淫言淫语啊，都喜欢讲说什么要直美什么的啊，就说什么我整天都 po 一些妹子的图，都不好说啊。然后 wish 都喜欢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改成在 po 上。下一下，你不要自己最淫荡那边黑别人。然后我们战队那个萝莉啊，就喜欢就是跟他讲说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图，像是什么幼稚园小女孩那种，我不好说。你不要黑别人，你是自己最喜欢的在那边。我没有黑啊，我这个人最诚恳。你看我的 ID 就知道 ，King of Taiwan， 从不黑人吧？什么 King of Taiwan？ 啊，不过幸好我现在电脑还可以，就是有时候我电脑在跑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电脑很烂嘛，然后它时候会跑不进来，所以搞不好就会延缓这个进度。幸好，这个泰特是 Pippen， 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新队友，因为我刚才根本没找。对啊，心还重重击哦。这个，心还重击是我以前打，很久以前打白金杯的时候的对手。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常常看到他的名字？他改过很多个 ID 耶，你会常常看到他吗？我觉得。他改过很多 ID 耶。这边，他是用随机吗？你要请他们换那个、换颜色。有对对对对。改成红或蓝色，那应该是 Chipper 会改红色。对，他打随机吗？对，他一直都是玩随机。哦，其实如果是我玩 TSL， 玩 STC， 就是玩这种比赛啊，我不一定啊，我可能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就会玩随机，因为用人类输太丢脸。不会啊，本来就会有输有赢啊。我觉得宁愿用随机输，也不要用都可以这样人类输，都可以这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有可能随机到人类就是了，啊，随到人类再输还不是更惨？我都用随机了，因为我还随到人类，然后还输。这边我们队长说要送一堆那个自爆手机啊，我觉得，好，就是。这边第三张地图是神仙地，幸好他不知道我家在哪。对，那是一个 PV， R， 对，突然忘记 random 这个词。张地图有点大啊、王虫摆的好的话，我觉得这张虫族是比较好一点点，一点点，我觉得。这张图、哦，这张图，来说。我是觉得好像三组都还好，就是没有说特别哪一组比较。没有，我是觉得说，因为这张图比较长方形，王虫摆的位置可以就是比较少量王虫，可是可以看到很多次。哦，对啊，因为它是兽场，所以你只要摆四个，基本上就可以。對對對，没错。稍微那就自如那个黄金矿哦，我觉得就是没有差，没有差。这边好像有点卡住了。宋仲基应该宋仲基跑比较慢，因为他那条应该他有在跑，他应该只是跑比较慢。对，我看到我们这边，我先猜我们的 Chipper 在右下角。我预知点位干嘛？你是9D 哦？你们没有先预知点位吗？这不是赛评跟主播的工作吗？干嘛预知点位？我们不是应该先预知一下吗？不然这种等待的时候要干嘛？就是等他跑啊。好，那我就猜，挖就 Chipper 在左上，一个毒奶。真的，好。好，我们请啪啪帮我们帮他点位哦。等，对，那在我们的十点钟方向，是我们来自于 Mirror 三队的 Chipper， 我们红色的随机，也就是人类哦，他是要人类。那在我们的五点钟方向，是我们来自战队的星海宋仲基，我们神族蓝色神族。这个宋仲基还蛮强的，嗯，印象中他的实力还不错。我们看看他这场的表现哦。那其实 Chipper 我也没有印象他怎么打。我这边做个简单建筑学哦，就是用这个水印台跟这个 DG 这边卡一个缝。这边待会如果对方狗冲上来的话，可以。反正是站在这个地方，
对方如果没有特别绕的话，就会被狂热士一直吸引过去。这个算就是有点类似后虫的技巧。与其放在这里，不如放在门口可能会更好一点。嗯，如果放门口的话，如果真的要为了这样读的话、哦，因为放门口怕说，因为你放这里，你看哦，你放这个地方的话，你一边会有包子塔，不是包子塔，瓦斯场可以保护，就水塔下面不会被咬到。然后如果内侧又可以用那个农民去保护，那你放门口的话，你很容易狗一上来就把你这个包掉，那你要拉农去救就比较麻烦，比较难救。所以一般我们神族如果真的要防大招，会把水晶塔放在离矿区近一点的地方，像我是放矿后，啊，像他这样放也可以。对啊，因为这张图比较大一点嘛。嗯，就是怕就是通常会扫半人的那个残兵。哦，这边野鬼雷哦。对，放下自己的二瓦。兵营没有踩任何单位。这边拉过来。有，我刚才想说，我刚才没看到那一只，因为他刚才兵营。现在两边还没有对方的视野哦，但是已经知道对方的种族，但是没有对方的视，没有那个野建筑的视野，就是你的视野就只有对方家，两边互相都只有对方家的视野而已。那一只探测机有在巡哦，你有看到吗？宋仲基家里那一只，对，他看，因为他看到对方家什么，他看到对方家什么没有？没有二矿，然后也没有。照理说没有二矿就应该会有军工厂，那但是他二矿没有，军工厂没有，所以那就是野东西。他很稳哦。通常这张图有可能野在这地方，这里。对。然后飘上来。只是野在那个他那个区盆现在野那个地方的上面那一个矿的那个地方也可以。嗯，这个地方也不野的地方很多，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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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地方，因为这地方走过去看不到，也在矿这里，也走，你从这里走过去看不到。之前我看古米吼，野这边的话是打那种小比赛的时候，对方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时候，要寻这条路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点位，所以这个点位比较容易被发现。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说真的，你既然要野的话，我还是建议你野旁边一点。要么就野进来，野后面这里啊，这个树这里啊。对啊，你不插那个跑过来一点啊。好，这边要走坦克跟医疗艇哦。要紧。待会要夹娃娃机了、啊，然后家里枪兵往前走，但是这样图实在太大了。对，那这边显然会少个两只，一只两只的枪兵。嗯，好，这边先出小眼睛，然后待会应该要赶快加速不朽者，不然这坦克待会也不好解决。那这个解法就是，赶快在自己的家里插那个水晶塔，插在自己家，因为前面一定会打掉嘛。他要赶快再放两个水晶塔在前面、啊。对，插自己家里哦，不要插前线，要插家里。看这，他过来一点，他过来一点，不是那个。对，他就缩着，缩在这个地方。好，你要放这里也，我觉得放这里不好，因为坦克射程太远了，那这可以把你的水晶塔全部点爆了。如果他是想要防二矿的话，我觉得他要放也应该放就是散开，因为他这样会被坦克的范围挡到。所以我觉得刚刚，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口让给他没关系，但是我二矿我要保住，所以我放二矿后面也还好。这个区盆刚才有失误哦，他刚才点自己的那个碉堡。我们那个应该是被他那个吧，被那个水塔帮我点掉。好啊，这边刚好坦克，我、哦、再起来，对，坦克再起来，有再，你再带，居然是没空号，对吧？再带，再带。其实陆战在死光的话，没有人解决，没有解决，一个无敌的话，这个无敌啊，这个来了，这个基本的那个地方这个，哇，我觉得他带走嘞、欸，哇，他把我觉得刚才我觉得有点重击的手法这样。有他交掉那个缓球的时候，我觉得而且他没有做，他应该留给大光炮，他要做不朽者。那他这边选择用控制渲染也，而且你看他现在那个水塔交在外面，就是送在这里而已、啊。你看我就我刚说，他把水塔交在这里，就是一定会送，因为坦克射程太远，你一定是放看你要看放主矿或是放二矿的地面。不过在那个职业的厂啊，是有人可以直接这样守住。很少啊，你不可能，因为他水塔都是放后面，像你看拔步在操作，他水塔一定是交在后面。他
那而且他水晶塔一定会散开。嗯，就算你放前面，你一定是散开，从这一个、这一个右边再次。对，然后拖时间。对，拖时间，一定是拖时间，拖到你自己也不得不取出来，然后不求加速。那你一定要平均可以出追猎，因为追猎超怕追妖精造成伤害，这个战术核心是妖精，只要妖精掉了之后，你坦克根本没能战。日本这里家里有被打哦，你有看到吗？他在吼叫是走进来，但是这个没有被击杀二十二农哦。但是这边日本的幻家其实幻不赢啊，神族这个幻家。我觉得不一定，神族是可以把二矿放掉的，这二矿不用走，因为他已经把对方家打爆了，那就是可以弃守没关系，自己弃守，那对方基本上没经济了，那你这样再归。哦，可以守住了，守住了，可以这边出来可以，但哎，没放下好这样。我靠，他没有，但是太高了，我这边还没有输哦，这边还没有输哦，因为区本是没有后续的哦，已经结束了。要爆了，因为这个空也爆了，要逃了。这个其实区本空隙一点，把那水塔给掉，把那个阿透先给掉了。没，你看正面，以正面来说，区本已经很薄弱，他看了。用兵没有用的，好，这边救助了。对，我觉得这边控兵没有控好，就应该是走出来。对，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屈盆干应该要赢了。对啊，他没有控好。然后我只能说，星海宋仲基这边就是他溜的那些教室，是他获胜的关键。对，他的手法其实没有很好，但是他有溜那个教室出去是关键。他观念不错，但是他其实手那个手法不这样的手法不好，他应该是要把他第一个水晶塔嘛，水晶塔要拍至少第一个看你是要拍一条线的，或是你要拍在后面，不要让对方坦克打到，然后蓄一波兵退，就把坦克全部打了。对，这个是最好看你要先升对闪现或者是先升不朽都好，对但他这两个这两个一定是必要的。那因为他刚刚先升共振确认嘛，那你就是先出赶快出不朽者，那追猎刷一刷。因为追掉一点妹子，然后不朽者可以顶出去扛那个坦克。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吹盆这个操作还可以再好一点。对，输在控兵了、啊，这场是输在控兵。他如果再好一点的话，他刚才先点到二矿，搞不好对方就是被他打措手不及，然后就没有办法飘那几只教士出。那这就差来控兵。对。光雪机械手会战队拿下一分。各位玩家注意，我们先来看个游戏。哒哒哒哒。有人跟我抱同样的看法，他觉得重组游戏，我觉得就一点点，不会说很大，一点点。因为我觉得那张图就是还算可以、啊，就不会说差太多。呀，那张图其实就是二矿还算好开啦，三矿很难开。对啊，因为很远，看你要开黄金矿还是开在左边那里，开平开水平的还是开怎样，看自己的选择。没错，这边换萝莉吗？对，换萝莉。哇，那我们的教主，我们那时候怎么称呼他？奈森，是不是很长那段名字？我、哦、靠，太长了！我现在已经简，现在已经简称了。我现在简称能硬无双总司令，基本毒奶萝莉头。对不对？没有，还太正常的，那个太长，那个也是我20个，那个也是我想的、啊，太长了，我现在不想要打那个，记不那个太长了，记得起来了，那个太长了。但老了，什么动作都跟不上了，不想再练、啊，我也老了，太累了。对，这是赛评的职责，下超级，来答应观众说，下次我会跟你们讲说，不要，我先跟你讲，马上打爱留言室啊。跟萝莉先说一句，宋仲基有点猛啊！我帮他配音，有点猛啊！跟
力都是先奶。你帮我看一下他们回来。自己家人。嗯。啊？你帮我看一下他们两个回来，就是那个上厕所。回来跟我讲，然后因为我现在在聊天室。哪两个回来？那个老爷，老爷不要。好了好了好了 ，OK 了。那这边 Go Go， 这两边准备好。好，今天9月25号 TSCL 战队交流赛的下半场，由 Mios 出战 SPDS 战队，目前是由 Mios 以2-1暂时领先 SPDS。对，暂时领先。对，你看 Wish 看起来就是对面派来的间谍吧？没有、啊，他说都一定要说暂时领先了。代表说等一下就不会领先了。你看，要 SPDS 这个水有点深啊。如果是 SPDS 的话，我会说暂 SPDS 暂时领先。好，到了。对，那在我们5点方向是我们来自于 Melisan 队的 Dorita Life。我们蓝色神族，水到神哦，两场水到神族。对，那为了就是在中立，那我也要讲，我也要用不同的配音。那在我们方向就来自于 SPDS 三队的老爷不要，我们红色的虫族，看我是不是很尽责？很尽责，对对对。好，虫族对上神族的比赛地图是冰冻神殿，这萝莉感觉是要裸霜。喊人哎、欸哦，没有没有，下人单命开单命开，因为他把哎、欸、没有哎、欸，我以为他是下去盖兵营的，因为那是裸霜，然后裸霜哎、欸，裸霜，我以为他是要下去盖兵营的，就不是。他们很偷哦，他刚好碰到对面的裸霜，那我觉得这边萝莉应该是赚，因为这张图比较小，我老爷不要，通常我不会在这张图裸。对，因为不是四人点又很小，很小，那中间这个通道太快了，太快到对方家了。哦，这个细节放了一个盲桶在上面，因为这张图其实很好塞光炮。你看主框二框后面，这其实很好塞光炮。虽然说现在光炮比较少人在用，但是要放还是可以，还是有。对，那个小石头就是为了防那种黑石那种等级的。但是这张图可以直接封二框斜这四个地方，它可以封这二框这个口这里。但它其实硬虫族硬守的话，来得及的话是一定守得住。不好守。哎、欸，那怎么点点？怎么了？怎么？抖了一下，他可能本来要干扰采矿，结果不小心把矿拆起来了。因为你如果不采矿的话，你可以一直干扰。你手上只要不拿金矿，可以一直干扰。因为一个金矿没办法一次同时有两次攻击。对对对，所以他可能抖了一下，就不小心把金矿挖起来了。对对对，他刚才应该是想要没有干扰，他可能想要干扰，忘没有干扰他，抖了一下。但这样的干扰其实不会说影响很大啦。对了，一点点，因为不会干扰很久，一点点，然后浪费手速。就是让对方很烦而已啦。我好不容易把矿都分好、瞧好了，就是都拉远矿、都拉近矿去踩，就你一直在那边弄，就很烦而已。啊，这边其实这只工兵刚刚回去了。对对，四条狗，看我习惯站在这，因为这以前有监视塔，现在没有了，所以我会习惯站在这边，就是看对方有没有过来。因为那个监视塔太硬霸了，对啊，太强了，拿掉。监视塔太强，这太强，而且还两个。对啊，两个。然后那个在一起的视野这种范围这么大啊，这边抓掉，因为那张图小，那监视塔范围太大。对，像我会躲在这个地方，然后等到时间差不多再过来看。好，这个正常标准三矿时间3分钟，标准哇，差不多，刚刚好，刚好3分钟，因为那是标准的三矿。好，萝莉这边两 BG 毒口。都先把农民刷起来。好 ，VS 走一个飞机场。先走飞机场开局哦。欸，是我听错吗？我刚才听到你那边有那个异化头叫。我撞到我的麦。哦，没有，我想说你旁边有异化。然后提重合导流。
那这边就会省下狗去做侦查，对，因为他等下就会用蝗虫直接飞进去。而且蝗虫可以飞进来一点，它不用这么远。这只蝗虫可以不用这么远，应该可以停在这。那通常生虫科导流的人都会比较拖一点。然后这只可以放在這裡，大家都补到十分。好，蟑螂繁殖场也是正常的时间放哦，是保底用的，怕你冲教室。然后这只就准备飞进去侦查虫科导流。好，待会又看到对，它都是 BS 点哦，很好。然后罗莉这个水晶塔是为了防对方空投用的。那可以第一时间丢一个水鸟光炮，有没有丢了？他不用丢，他凤凰要出发。他可能他这边没有，他可能不会是光头，他可能没有注意，就是看到红点就直接丢，有时候会这样。没关系，没关系。三哨兵可以开矿哦，三哨加凤凰可以开矿了。两凤凰应该可以，好，两凤凰三哨兵可以去开三矿。凤凰去抓蝗虫，可以三开，对，凤凰会抓蝗虫。兵营补到四座，可以三开啊！去清看一下三矿的视野，对他过来清了，然后可以三开，开三矿了，应该要拉一只农民一起过来。哎呦，拉过去了。哎、欸，这刚好擦身而过。这边虫族二本要好。我其实虫族这边经济还是没有领先太多，因为他的三矿农民才在56农，可以啦，可以正常。快满，快满，半满，半满。嗯。两边互望，因为假的凤凰，左边放四折兽血啊，这假凤凰待会应该看得到。啊，没看到，他应该有感觉到那两个放在一起的应该是进化石。嗯，通常进化石会这样放。对，我还没有看到四折兽血哦，这边萝莉塔是还没看到四折兽血的。不过他应该会知道。然后这只蝗虫还是没有抓到，哇靠，有点猛啊，有点猛。一般我奶到一口，一般蝗虫会放这个右边这个萨那加。个天极石这个地方，对，就让旁边飘进去哦、喔。那、啊、其实虫族这边地劫应该要把蝗虫往内飘了，不要再放。因为它有蝗虫提速，赶快飘回来，不然一直被白打。对，一只假凤凰飞过去。哦，对，萝莉没有清这个地方也是失误，因为这个地方也会摆，这个中间这个地方也会摆，所以这个地方没清到是失误。好，那萝莉这边是转烈光。机研究所应该是转烈光球，对，应该不太可能转巨象，因为巨象打虫族没什么用。哦，这边刚好抓到赵丹妈妈，刚走出来了。好，射一只，然后可以走。好，再抓一只，还没有刺蛇哦。对，这边就算刺蛇出来，还可以分，会可以分皮台。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对，好，因为四凤凰抬一轮就可以抬死一只妈妈，这边四居然抬点，有点不对，好，走。这个马可以躲起来，好，他会可以稍微抬一下脑，哎，这不要，这抬，这不要，这不要，就抬后虫比较有点，哎，硬要哎，好，可以，哎，那但是，这个操作不错，那这个不要再太接近，刺得出来，哦，走，啊，可以退了，好，这边出虚空，出虚空防守，这边罗莉塔是出一只虚空防守，好，看到你的实况，装 VR 加上，哇，操，真的是巨像哎，刀脸呢，巨像。他想要走巨象啊，巨象很稳，要稳个一逼啊，烧刺者稳个一逼。好，哎、欸，这个来射一下，这个不射吗？可是只要拖出巨象就可以。可是像巨象又太就有点菜啊。不啊，还是有点实力。因为其实烧枪兵比较好用，巨象是烧枪兵比较好用。对对对。这个要手动点，这个要手动点，对对对，要手动点。会不会自动点？哦，这个还是没有，这个边虫族是没有看到萝莉塔的巨像，没有看到巨像，只看到双 VR， 可能有双不朽。因为正常来讲，双巨像很啊，双不朽双 VR 很正常，因为就是为了要出两倍的不朽者去打你的那个遁地兽。没错。对，所以双 VR 是很正常的。好，这边四矿看到你四矿还没有营运。不过其实这场虫族真的，这个过来会看到你的遁地兽穴哦。那赶快就要转成不朽者了。对，不过这样抓太多蝗虫。对，有发现吗？嗯，我们看一下。可以看一下，他总共抓了四只蝗虫，400块，40人口，四只吗？三十，对啊。你说四只还是四只？四只，四只，四，这么少啊？四只，对啊，很多哎、欸，四只其实很多了。
我觉得我原本以为会杀大概七八只。你看他外面已经没视野了。我刚才看的，我觉得杀很多只。你看外面已经没视野，就差这只。还是他哦，有很多很多没杀掉。哦，五只了，五只了。哦，五只，五只，五只了。对，五只。你看刚外面已经没视野了，差就剩这只而已，这只没有杀掉，这只应该也可以杀了。对，这也蛮多的。对啊，五只，你看外面已经没视野了。哦，加尖塔这个。对。哦，那是六只哎、欸。这边。六只已经六只了，因为我刚是没有看注意看到尖草王虫，我刚只有看到四只王虫加一只尖草王虫，现在是五只王虫加一只尖草王虫，举手，这边我看不到 ，shoot 来了啊，因为我不是，哦，你们界面不一样，只是在台，对对对，然后这边刚才出双倍不朽，我现在换界面也没有，对，现在不能，现在没办法召唤，然后这边提的是，这个是希望已经加速了，对，人生空军。嗯，因为他待会可以可能会出虚空来解那个，可以去解那个叫遁地兽，然后巨象先把刺者烧一烧之后，虚空可以贴上去。但其实我会说，现在虫族很有机会、欸，因为他现在二攻二防，啊好，完全领先神族，对，完全零攻零防。人家不知道，他只要阵型好。但是虫族不能从这个地方正面硬上，很不明智，因为正面硬上这个斜坡，我两个异常都可以毒死你了，不可能从这个地方。那就看萝莉待会控兵如何，因为像我也不能，我会把母舰的心另外边。不知道他是忘记声还是他的流程就是这样，可是他这个流程会不会太晚？你说萝莉吗？萝莉啊，萝莉、哦。没有没有，因为现在神族本来就是攻防会慢一点，因为要拼科技，神族现在比较拼科技，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出巨响，而是出闪电。我觉得萝莉不能打哎、欸，这个哦，这个立场就不能打，因为你看到巨象其实烧起来不太痛，有没有发现？好，要退要退，啊，巨象要退要退，赶快等不朽，我觉得等回先回家等不朽，这边看能不能吃一点兵，然后立场，哎、欸，如果是我立场，隔两个立场把这个吃一半的部队。对，不过他选 recall 也可以，现在就赶快抢不朽、啊，不朽啊！不朽啊！出小眼睛，不朽、哦！立场哥！哎、欸，这边虫族怎么上来了？可以！完了，这吃完的话，我觉得刚才神族亏的都回来了。这个立场放了266，放了四个立场，这个其实只要交两个就可以了。不过总比没有吃掉好。对，有吃到兵就可以了，有吃到兵就 OK。对对对，因为他其实稍微也够多了、啊，只是说稍微留的少，留七只满摸。如果他没有那么多的话，他刚刚就不会吃掉那一坨。好，现在赶快转，要转黄金舰队哦。然后就是要空军来解那个，要空军去解那个遁地兽。那虫族看这边要不要再补农民哦？他这边农民有八十，我刚以为八十农是虫族就是农民，他是以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变历史是不是？对，因为你看他的四矿，虫族，他四矿根本就半满。虫族真的可以补到八十农，虫族因为他多了可以变历史嘛，可以变一些防御系建筑，所以虫族多补一点农没关系。那神族不要把神族太多，神族可以送一点农民、藤人狗出部队。能萝莉很明显按了 F 二。对对对，很明显。直接 F 二，我就是 F 二 F 二。拼吧 F 二，你看，把这矿点掉。这个立场得的不好，还行的。但是他可以退，不用打，不用打，他可以退。哎，但是他还是打，因为虫族枪住很多。因为刚刚虫族被挤在一个阵型当中，虽然巨枪打起来不是很痛，但是。挤在一起给他烧，还是可以达到一定功效。然后这边可能要退你，退一下看，等下在虚坡有没有机会守住？应该是可以，应该是打得进去，因为现在人口落差，虫族落后30哦。这边萝莉还载了两只狂战士要进去空投秀一下，而且攻防要收回来了，割的多线还是很猛的。跟萝莉要秀多线了、哦。不过我是说刚才那个立场还好，是因为他刚才立场没有切到对方的兵。那、啊、就是堵住，不要让对方过来啊、欸！因为他这样就可以，我可以至少可以点掉这个矿，就是防守型的立场。我先点，我把你矿点掉就好。哦、嗯，你看他把部队隔在后面嘛，然后对方根本绕不过，没有办法贴一点，那我就可以把这个矿。因为他刚才点掉之后，还是要继续打。我以为他点掉就要退，但感觉是想要就是續打，因为他可能看虫族没有退，然后我又把他部队烧了差不多，觉得打得赢，好，那我就打，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他一开始隔那立场就是只是为了一开始只是为了点矿。了解。对，这边两只凤凰，其实我觉得已经。这边要出航空舰了，然后家里再变圣母舰。
们神族优势有点大，优势比天高啊，这个。感觉打龙族看可不可以用阵型加他的攻防？没有，你只有走双喷，其实打不赢这样的组合。你还是要，哎、欸，这个一只巨象站在上面，他有发现吗？萝莉有发现吗？我怎么少一只巨象？哦，他是空头巨象，他是秀啊！他是空头巨象，他秀，是秀了。他说我就是想要用巨象空投你。啊，还是怕一下，还是回来。操作没那么好，不要玩这个、哦。哎、欸，这边溜了一点，我还是过来插。不过这边有一张，这边可能是还是要很不错。我们看可不可以双那个分兵一下，这边杀有点多咯。对，这矿的农民又挂了四，矿盒本来农民就不多了，又被屠。嘿，啊，不过铜头现在满人口，但等一下，等一下那个落差会出来。这边又再投一次巨象，观众说以前五巨象根本没有打这么久，以前五巨象 F 2 A 就结束了。当然了，以前巨象那么猛，以前巨象猛 A B 这个直接截掉。鸡呀、啊！哎呦，我有看到，这是鸡吧？没那个操作秀那个，就没那个操作。你不打正面，然后想要秀这一个，答案被点掉。对，我觉得被点掉，我觉得被点掉。我们来，大家秀的话，如果你硬要秀的话，我觉得很容易被点掉。我觉得他还是不要秀吧。哦，不要秀，不要秀。哎、欸，好鸡、欸，真的被点掉了。他说我要送你啊。欸、我们其实神族的。优势真的很大、啊。对，对黄金的，哎、欸，两来凤凰送掉，我倒觉得没什么。对，那没关系，凤凰现在这个时间没什么作用，就是开视野正常。我要换巨象，我哥有这么多巨象，超猛！哇靠，那怎么打？他们那些小飞机射出来全完了，四折不够，虚空直接起点。哇，这小飞机也起点啦、啊！这样子被点掉，完强制全体引擎，全体烟雾。我怎么了？引擎啊！武汉圣殿是萝莉哦，透明人吗？我要先声明一下，你不觉得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够变成透明人？有朝一日，我希望我成为杰成利，不是啊？希望你成为杰成利都是什么？我真不知道，不要问我杰成利都是。好，这边全部躲在那个母舰圣母舰的保护底下。对，由此可知，神族就是个妈宝的种族，跟虫族一样，就是个妈宝妈宝型。我这边其实闪电其实很早就提好，只是现在才。因为两百人口了，刷不住闪电了。对。因为萝莉两百人九，这虫子被饿死哦。F A 就结束了，萝莉在那边一直 A 在那边秀，想要秀。躲在那边秀，抖来抖去。觉得说，我、哦、靠，这个好猛啊！给对方一点时间，把他拉 G G 好不好？哥根本就是 show time。不然等一下，换自己位 G G。我靠，一个 recall， 一个抽缝 recall。他真的很想救吗？他是嘲讽哦。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话，虫族就真的不给他机会。不会不会，这还是有赢，因为虫族一直没有转兵，但虫族是双分打你，双分打你其实，对，没办法打这种。不 OK 啦。对，没办法打这种组合，你一定还是要有飞蟒，然后有遁地兽，然后有花飞虫。然后这波应该倒了。虫族有点不好 OK 啊、哦！闪电电下来，这个虫族都想吃。闪电全部电下来，虫族全部残血，不蒸发。对。如果我是萝莉，我打一个巨波套。虽然打掉对方的人镜，但人没有用哦。看我这个正面黄金舰队猛的要死，一个人镜。对，六台航母太神了。我就说太神啦！巨象，还有巨象在。库里在那边闹。巨象，巨象爸爸教智者，我觉得他会把这矿点掉再 reload。没有，他就哇没有了，他就玩球了。哇，好，恭喜罗伊塔赖。他玩太久了吧？恭喜罗伊塔赖。不要让给对方一点尊严吧。好，这缪斯大队拿到今天胜利哦。今天的两场比赛，第一场缪斯出战 TTT， 是由缪斯以3-1击败了 TTT 战队。那第二场比赛由 SPDS 战队出战缪斯战队，一样是由缪斯3-1获得胜利哦。萝莉塔最后这场，其实这场就是虫族主要是转兵转得慢的，他前面也不敢投了，对，他不敢，他就是不敢 A， 他一直躲在那，一直怎么讲呢？打得太怂了一点，把自己怂死了。对，让萝莉把自己的部队归出来，乖乖暴兵啊，都没有在。对，他就是打得有点太怂太稳，把自己稳死了。后面就是萝莉就一直用战神跟你换，转兵转太慢，对。把你换转变转太慢了，
没有转出空打生出这种组合该有的单位，就是飞蟒，然后孵化飞虫这两个，对，这两个单位你要打生出，主要还是辅飞要点巨象，辅飞还可以点巨象，对啊，你辅飞还可以点巨象，点空军之外还可以点巨象。好，那我们今天转播工作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收看，然后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 Anty， 还有我们的富裕，还有我们前一场的 Top， 谢谢 Wish。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那下周。